Hello， 大家好，我是巴黎流浪汉赖拉里。今天给大家分享一款骑马与砍杀跟魔兽世界结合的一款 MO。 前段时间我这边反正权力的游戏几个 MO 也汉化的差不多了，就发现说，哎，不如我来看看这个魔兽世界 MO 吧，就开始汉化。然后其实在6月份的时候已经汉化过一版了，但是那个时候我发现汉化到一半，发现哎，它怎么只添加了一半的地图啊，我只看到了南部的这个地图，他们只做了东大陆嘛，只在东大陆就是暴风城这附近有一个魔兽世界的一个英文，就有魔兽世界的英文的地名啊，地名。我发现北部是没有的。然后前几天他们更新的时候，我想着，哎，不如我也来再看一眼吧。然后发现，哎，现在有了。那我其实基本上就东部大陆我就给全部汉化出来了。那从北部的什么毛太阳井啊、魔岛石高地啊、就雪精灵的地盘啊，就后面加上去的瘟疫之地北边的这一块，对，然后晨星之塔、斯坦索姆啊这一块，这个应该是叫东瘟疫之地跟西瘟疫之地吧。然后这里是提利斯瑞尔，哎，叫什么来着？什么法地？哎，忘记了，有点忘记了。幽暗城的那一块，洛丹伦，这应该是幽暗城吧？然后这个地方其实。哎，暮光群岛，哦，应该是在这附近是吧？哎，等等，白银修道院，哎，我记得这里面应该有一个是，幽暗城的呀。行吧，我可能还有很多校对的工作啊。大家如果看到这里面有问题的，都可以随时告诉我。然后有些地名我还打了问号，就是因为它的翻译，就是它的名字是我不是很好确认的。然后我也搜国外的网站是没有的，然后我搜国外的地图跟中文版的地图去做校对的时候也不是很容易发现。然后我现在也没有魔兽世界的账号了，我也不方便点进去看了，所以如果你们就是很熟悉这些地图的位置的呀，然后真的到过这些地方的人，可以把一些需要纠正的地方告诉我。那我现在看一下大家的想法，就是大家如果我现在只汉化了这个地图，士兵的这个还没有在汉化，还在陆续的在汉化。如果你们想要比较想急着去看到这一款，这个 MO， 或者想要这个地图这个翻译的这个补丁的话，你们可以扣一个一。或者你们点一个赞吧，咱们有100个赞，有100个赞，我就先把这个分享出来。地图的汉化应该很容易安装，就简单的做一个覆盖就好了。然后士兵的 MO 各方面的，我可以等完善之后再发给你们。然后你们拿到这款，如果点赞够的话，那你们拿到这个地图的翻译，然后你们也可以帮我校对一下，然后我们一起来打磨一下，因为有一些可能是直译的，有一些是意译的，对，就是翻译的信雅达一点的。然后就在翻译的过程中，其实我也觉得我也学到很多东西，然后他们一些翻译的技巧啊，然后各种单词啊。然后这边是狼人的吉尼尔斯，这个我小的时候也玩过。然后安博米尔，然后这边是那个阿拉西盆地，对吧？阿拉西盆地往北走，走多丹莫罗，然后左边是那个就是矮人跟更矮的人的地方，然后。那个右边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我忘了，然后再往下就是黑石。然后我们的这个角色刷出来的话是在这个碎石怪之谷，这边是没有什么角色的，这个没有什么国家特色兵种的，我们得这样走绕一个圈啊，来到这一边，然后再往南走，然后走到暴风城才有。然后这边是黑石塔，然后再往南边穿过湖畔镇，然后暴风城这一块大家就应该很熟悉了啊。然后这边是夜色森林吧，好像叫做以前练级的时候，这边跨过一条河，就那个怪的等级直接就上了几十点了。然后新手任务应该是从北郡修道院，我不知道有没有翻译错，北郡修道院，然后到这个闪金镇，然后到暴风城参观一圈，然后到这个西部荒野。我觉得这边应该再做个矿井，对吧？这个叫什么矿井来着？我有点忘了，你提醒我一下吧。然后叫死亡矿洞还是死亡矿井？月溪镇。然后接下来的话，就有可能去搭一个飞鹰，我记得是搭一个狮鹫什么的，就来到湖畔镇跟准备跟这个兽人打架。然后另外一个升级的路线好像就是走这边，走入夜色森林，然后往下走，然后三四十级去到荆棘谷藏宝海湾，然后40多级50多级去哪我忘了，好吧。然后古尔古拉布这里面应该是一个副本，本来已经是一个副本了啊，是一个副本，然后这里做了一个。
套桥，这边能够做到很多荆棘谷的那个任务。然后有一些翻译我还没有全部翻完，你们看到要是熟悉的就告诉我吧。然后目前只有东部大陆，然后士兵的话，他们目前是只做了这些都还没翻译。然后目前士兵，我如果没记错的话，是只做了这个暴风城的士兵，对，暴风城的士兵也还挺帅的，一点一点的在迭代。然后他们有弩手，又有弓箭手，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好像就没有了。然后有一些那个。我记得有做一些强盗，Westfall， 你看他们在做西部荒岛，不对，这个其实也是一样，也是人类的，有做一些强盗。强盗的话，对，这两个还没翻译，要改一改。其实就是骷髅兵跟那个逃兵吧，其他一些 UP 可能都会有 cover 到，都会有提到。好吧，那这次不说说，就简给大家分享一下这段时间我在做什么。其实我不但在玩《全战三国》，还是有保持对奇坦那些内容的关注的。然后，如果你们觉得还有一些很有意思的东西，我值得去关注的，你们也欢迎留言告诉我，好吗？然后，谢谢大家，我们下次见，拜拜。